斯，对上特拉维斯。我用得上这些东西。上课了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。你在这边鬼鬼祟祟做什么？不干你的事。像是我了啦。说实话，邪恶阵线会消灭你们。什么？邪恶阵线？我需要帮手，该召集探险者协会了。伊利斯，对上芬利爵士。上课了。应该就在附近。我听说这里啊埋着许多神奇的东西，没想到整个丛林都是我的菜园。试试这个。
Nelodon。是是这个、整个丛林都是我的菜园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。A loose Nelodon. A loose Nelodon. A loose Nelodon. A loose Nelodon.谢商主，我欠你一次人情，但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邪恶的坏蛋偷走了整个达拉然城，而且他们正前往奥丹姆。我必定会回来。找出其他探险者，他们实在很会乱跑。伊利斯，对上布莱恩，我向你致敬。上课了。
起那些动物。我没有，我是在驯服他们。坐下。谢谢，这家伙总算学会规矩了。希望他能帮我们对付新的敌人。世界的命运全靠我们了。李诺，嘿嘿，你看我找到什么？上课了。哎，走开！我正在练习呢。但我们需要你一起拯救世界。晚点再说了。谁需要冷静一下？
本就很满足的。不该那么做的。A loose Nelodon.树木的代表。
导性的科学力量。这里不是月光领地。我坚持如此。嘿，我有个主意，就拿邪恶阵线的坏蛋来当靶练习吧。哦，好啊！他们是谁？探险者协会回来了，但是我们也吸引了一些敌人的注意。伊利斯，对上黑暗法老特卡恩，呼唤我的部队。上课了。我们走着瞧。你看不到我在哪里。给你个惊喜。时刻到了，给你个惊喜。行了行了，你有啊聪明。我们的猎物是谁？
a loose Neladar. A loose Neladar. Neladar. I loose Neladar. Hey, 别急了。 Neladar. Hey, 神奇了。 每个人心中都有恶魔。
神奇了。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神奇了，我是树木的代言，就当作是学个教训。 I lose Nelodon。 都有恶魔。够了，哼，有胆的话就到老大来找我。Thank you.